魔鬼终结者州长变成漫画人物。阿诺·施瓦辛格本来是选美先生，后来转轨道变成好莱坞明星。可是以魔鬼终结者成名的他，决定像雷根一样离开演艺界从政。阿诺的老婆是家世显赫的玛丽亚·史莱佛，虽然他们政治观点不同，婚姻却十分恩爱。知名漫画家史丹里被阿诺的政治生涯启发灵感，决定创造名叫州长终极者的超级英雄。州长终极者跟真的阿诺一样，苦战政敌，也是娘娘腔男人的宿敌。可是不知道卡通阿诺会不会也在民调低迷时狼狈离职。阿诺会自己配州长终结者的声音，他以后会不会再重回政坛呢？我们有上推特哦，从今天开始追踪我们吧。